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永恒没有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谢谢。我过关了。李同学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今天是有惊无险，因为中间忘词突词，我太紧张了，你到了旋转门就转不过去，卡住了那个门，对不对？所以国华老师按了一个灯，可是我觉得你并没有就慌张起来，你最后还是微笑的把它唱完，然后最后一句还唱得不错哦。耶、其实我很喜欢你的声音了、只是有一点点小差错，但是这么好的声音怎么可不让你过呢？谢谢，你说对不对？恭喜过关，谢谢。